我知道的时候，我就其实我心里就是想说，嗯，反正因为我是去年嘛，去年我已经年纪也蛮大，56岁了哈。我觉得，我不太需要用子宫了，所以就是把它割掉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后来知道说是2到3期的时候呢，原来卵巢要拿，然后淋巴结也要拿，然后就开始会有一点不安呐，有点恐惧。但是我想。现在的医学真的很发达，大家不要再把癌症想成是什么不治之症了、啊。它就是一个慢性病，然后现在太普遍了，所以想要站出来鼓励所有的病人或者是亲属朋友哈，他们怎么样陪着病人一块来走过这段路。于是我将知道。